前段时间有消息称白敬亭要去录制新一季《密室大逃脱》，结果还没等来官宣，另一部综艺路透倒是来了。只见白敬亭身穿棒球服，站在公交车里皱眉低头，不知道沉思什么，差点以为是开端番外篇。后来才知道他这是录制新综艺，登陆元宇宙呢。 根据网络上曝光的节目方案，登陆元宇宙是一部虚实结合的推理游戏真人秀，邀请六位玩家开启八天游戏冒险。六位玩家应该是明星嘉宾了，白敬亭正是其中一人，怎么看着有点像《明星大侦探》与《密室大逃脱》结合那味儿了。 这时候再看，那会儿发生争论声已经起来了。除了白敬亭，还有一个人也被牵涉了进来，那就是小盒子。熟悉《明星大侦探》的网友肯定认识小盒子。熟悉《明星大侦探》的网友肯定认识小盒子。他曾经是名侦团队负责人，后来不知为何芒果台闹翻，直接带队走人。 跳槽到了其他平台，以至于不少名真《名侦观众对他印象不佳。他的微博下至今还能看到骂声。《名侦探》新一季开播后，双方矛盾愈发强烈，中途还爆出过一次抄袭事件。有网友指出，二零二零年芒果旗下工作室曾经推出一款综艺策划，名为《推理开始了》，小何的团队跳槽到新平台。 又开了一款新综艺，叫《开始推理吧》。两个综艺从名字到设定都高度相似，几乎可以说是照搬挪用。本来涉嫌抄袭这事就有点说不清，现在白敬亭参加了新综艺登陆《远遇周》，还又是悬疑推理，又是小盒子团队，又是虚实结合场景搭建，这不就是纯粹往枪口上撞吗？果不其然。 随着白敬亭新综艺曝光，《名侦观众直接炸了。有人还算含蓄，默默说了一句：“有些人真不体面。”有人毫不客气，点名道姓，直接怒斥白敬亭：“小盒子不做人，你也不做人了呗！”白眼狼就是白眼狼。其实白敬亭当初不来录制新一季《名侦就已经隐约引起一部分节目观众不满。不过当时他的理由还是挺充分的。 明真录制推迟和他新戏档期撞了，正好错过了。可现在白敬亭上了小盒子团队的新综艺，对于明真节目粉来说，再充分的理由也变成了借口。看着他们吐槽，似乎真的很生气。另外一边，芒果系大 V 还疑似出面内涵，他发了一条微博，开头感谢明真新一季工作人员和观众，特别强调了默默坚守四个字。后面针对每一个嘉宾的总结，更是几乎把内涵写在了明面上。 说到何炅，称他是第一季到第七季唯一不变的定数。说到大张伟，透露他推掉了某档竞争综艺邀请和《大侦探》常驻。说到刘昊然，也说他被剥了智齿，还没有拆线就上节目。说到杨蓉，也强调他腰伤未愈。说到乔振宇，人家也是忍着腿伤加剧痛。还有张若昀，还有其他综艺同时录制，也要熬大夜赶高铁来录制《名探》。 这位大 V 一大段话，一字没提白敬亭，又句句都在说白敬亭，仿佛在说别人有伤有痛都工作都能来，就你不能；别人都能推着小盒子综艺邀约，就你不能。这位大 V 还是评论区次数强调何炅的好，这就更显得白敬亭尴尬了。 网友也立马想到了何炅事件，直言从这件事开始就觉得白敬亭有些白眼狼，没想到越来越没下线，最后也只能说娱乐圈终归是名利场，情谊终究抵不过利益。从白敬亭的角度看，他确实没有义务、无条件为一个综艺节目奉献终身，怒斥他的《名侦节目粉多少有些道德绑架了。这里也建议大家向前看，一起好好陪伴新的《名侦团队成长,长吧。 好了，本期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很感谢屏幕前的你能够看到这里。喜欢本视频的朋友们，欢迎在下方进行点赞、留言、订阅。